是王玉老师，今天跟各位介绍我们王元化学虚拟教室的所有的课程内容。好，那么现在呢，这里头当然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简单介绍，我们来进到这个画面来。这画面里头呢，有老师所有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图书馆。那到实验室以后，今天这个实验室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个是电解碘化钾，第二个是做离子间的沉淀，第三个是告诉你这个一些晶格的现象。好，各位请看哈，在这个电解里头，那老师当时设计的是这边是玻璃仪器跟我们的电解槽，这边是我们的化学药品。好，现在我把电解槽拿出来，把烧杯拿出来，如果你觉得不喜欢，你可以掉下去，就可以把它丢掉啊，没有丢好，我们再丢一遍，不见了哈。烧杯不喜欢，把它丢不见了，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把电解槽拿出来，可以吗？拿出来之后，烧杯，你要几个就几个，对不对？把烧杯拿出来，把KI 拿出来。好，各位同学放进去开始搅拌，因为 KI 是易溶性的盐类。好，搅拌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头去，只要步骤是对的，这里有 ICOM 一点，这个实验结果就出来了，可以吗？好，那这个实验大家都以为有东西流出来，其实不对，它并不是有东西流出来的。我们在这里给各位做一个说明。好，那么这怎么去说明这件事情呢？同学，原则上是这个样子。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一些叙述，各位请看，在这里做个叙述。好，同学们，我必须告诉大家，好，这个是正端，这是负端，在化学上这里叫做阴极，这里叫做阳极。那我们电解，我们进去的里面有什么呢？有 K 正跟 I 负，那这 I 负带负电，它一定会游向正极，这 K 正呢带正电，它一定会游就像阴极，这样听得懂吗？好 ，OK， 好，它往这边游，它往这边游，都听懂没？那老师现在做说明哦，哈，各位请看，在这里头呢，这个我们的正端会怎么样？正端会有这一个 I 负跑过来，然后呢会丢掉电子，变 I 2加上电子，听得懂吗？好，问题是这个是紫色的啊，问题这是棕色的啊，对不对？这应该是紫色的，可是却还是棕色，是不是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怪怪的。好，所以没问题， I2 其实是紫色的，可是它会跟剩下来的 I 负变成一个错离子 I3 负，这个东西它的颜色就真的是棕色的，所以我们看到是最后的结果，这样听得懂吗？好 ，OK，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说，那如果我们看的是负端K 正流到负端，这 K 正太安定了，这太安定了，所以等于水作用，水代替 K 正作用。好，这里有两份的水，它会得到两个电子，就变成氢气加上两倍的氢氧根，这样听得懂吗？可以吗？好，同学，那么这是正，这是负，那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的颜色，还要看这个氢氧根。各位请注意，铁三价遇到氢氧根，我们等一下做检测哦，它变成氢氧化铁，可以吗？氢氧化铁的沉淀，好不好？这样听懂没？好，那这个说明到这里为止。所以有测里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说如果老师现在这里假设有测管，这个是氢气，我想点火一定会爆炸，为什么？氢气嘛，嘣，爆炸，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测管来测试看是不是有那个爆鸣声，都听得懂吗，同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开始重新做实验，原来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做出来棕色啦，这里有氢气啦，对不对？我们现在返回来，我们来做检测。像我把试管拿出来，把滴管拿出来，老师决定吸取这边的液体。好，吸取完了之后呢，把这液体放到这里去，放到这里去之后呢，好，我们把它注入了。注入之后，我决定拿这里的一个东西叫视氯化碳。各位同学，视氯化碳它是无色的，因为是无色，所以呢，它如果遇到碘会变这个紫色，会很清楚。这也是无色，那这也是 I 三负 ，I 2被萃下来，被萃取下来了，被吸引下来了，被溶下来了，所以它变成所谓的紫色了。好，棕色是 I 2加 I 负，就 I 2被抓下来了，所以这里棕色会变淡，这里呢会出现所谓的紫色，证明那个是 I 2。好，我们结束。结束之后呢，这一根假设不要，我们一样丢到垃圾桶，把它弄干净。好，我们再来，现在丢过来，抽过来。好，现在我们再取呢，我们再取这边，这边呢，这边叫做所谓的这一个氢氧根，因为它是碱性嘛。好，把这个放进去，放进去以后确定有了，我们拿酚酞，同学，
酚酞是这个样子哦，酚酞只要遇到碱一定会呈现桃红色。好，这里是酚酞，这里是碱性溶液，搅一搅之后，这里也应该会怎么样，会变成所谓的桃红色，这样听得懂吗？好，证明那是碱性。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哦。好，我们再把它丢掉。 OK， 好，不要忘记说刚刚老师说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如果这里的碱性，为了确定它真的是碱性，好，我们把它吸起来之后，我们拿这里有一个铁三架，把它拿过来，铁三架拿过来之后进去。好，同学，铁三架遇到就是遇到氢氧根，立刻变成氢氧化铁，是一种浑浊状的褐色沉淀，这样就确定了。所以整个实验大体上是这样。当然这个题目在指考非常重要。那既然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哎，它这个实验这么的重要哈，那么我们也当中有一个动作是很重要，就是说铁三架怎么知道要加铁三架？因为我们知道铁三架遇到碱会沉淀，所以阴阳离子间的沉淀，我们就继续跟各位讲解。这边是所有的阴离子，这边是所有的阳离子。好，那阴离子、阳离子呢？各位同学，假设老师今天抓的是氯离子，那大家知道氯跟铅跟银会沉淀啊。比方说我现在抓的是银离子，各位请看哦，哎，一抓它沉淀了，沉淀以后，各位请看它的这个沉淀呢，哎，非常清楚，有没有看到？银跟氯白色沉淀，这是左胶状啊，哈、哦，你就把它离心之后，它就变成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结果出来了哈、哦。OK， 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实验就讲到这边为止，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哎，还有没有呢？有，我们继续啊，再把这个，比方说，哎，拿一个铬酸根，好，那铬酸根呢，它跟铅会不会沉淀呢？哎，我们来看一下铬酸根铅的沉淀。铬酸根是黄色的，它本身黄色遇到铅也变黄色沉淀，这样可以接受吗？大家看一下这黄色沉淀非常的清楚，慢慢就往下掉了。PbCrO4，PbCrO4。OK， 那这图书馆里头就是我们的台湾的95课纲、99课纲所有的书籍，当然包括这四五十年来在台湾所衍生出来的考题哈。那么当然这里我也有包覆一个电影院，这电影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包覆所有你想看的课程，比方说气体的扩散呐、啊，可口可乐的这个加曼陀珠的一个喷泉实验等等哈。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今天的课程的关系，这里我们就先跳过哦。好，那这里啊，我有一些书柜，这些书柜呢，进度就是根据台湾的课纲。那如果是针对课程的部分，我们有各种版本的课程内容啊。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战略高手 A， 是台湾从民国1983年到现在所有的历届考题哈。老师呢，按照课程的进度，比方说。内容，比方说这个是考学的性质，那学的性质呢，里面可能就有所谓三项图哈、哦，把所有的考题按主题帮各位分配哈、哦。那三项图举例，我们挑92年的考题来看，这个题目呢，它在一般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就这个可能我们就是要把讲义就念给大家看哈、哦。那念完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会做说明哈、哦。可是呢，在说明的时候，其实它以老师目前跟各位讲，就是说它的这个。图形的部分啊，可能我们要重画啊、哦。那在老师的课程里头，其实还好。好、哦，比方说我们看下一页，这个下一页呢，我先讲哈、哦，这里面他说，曲线上各点的坐标代表纯物质的体积，有体积哈、哦，对不对？还有呢，有温度，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压力。好、哦，那么现在呢，有甲、乙、丙三个状态，这三个状态呢，他们都是在等温线之下，好、哦，所以它是一个等温的现象哈、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说他要问的是什么呢？他要问的是甲乙丙之间的关系哈、哦。那这个所谓的甲乙丙之间的关系呢，是要问说他到底是又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这里头哈、哦，哎，比方说各位请看，这里是压力，这里是压力哈、哦。那这里呢，这里是体积哈、哦，那这里是温度，那就代表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三项图，它是三个轴的。一般我们三项图是压力跟温度，这里还有个体积哈、哦。那么所以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一带基本上是什么呢？各位请看哦，这一带我把它画起来，这一带基本上它是属于什么？属于固态啊跟气态之间的交汇。所以如果从这里这样过来，好、哦，那么这样过来，它体积会变，你看体积变化很大。可假设我温度是固定的，在恒温曲线嘛，这样压力呢，这个在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温度之下，也许呢。在某一个特定的温度，它从固态变气态，这个行为叫升华。所以升华的时候，它体积会瞬间变大。所以呢，这里这个轴就很差异很大。可是呢，同学，如果你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是固态跟液态之间的差距。所以如果你是这样过来的话，固变液其实体积变化不大，所以这条线比较短。好，那当然最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地方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常见的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液态变气态，那液态变气态，这个叫沸腾。好，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沸点。好，但是这时候它体积有变化。那么这时候同学，它当然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叫做超过这个临界温度的点，叫超临界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无法分辨你是液态还是气态了。好，那这个题目老师这样讲解，一方面讲解一个题目哈，二方面呢，让所有的同学知道说，哎，好，我们这样子做说明的哈，我们可以让同学知道说，其实在这里帮各位做解释的时候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学测的考题经过简单的文字叙述，再用图形说明以及包括详解，那你平常可以看老师的书，包括电子书，那包括呢这个我们影片的说明。那如果说你觉得看电子书或看书不懂，我们影片说明可以说得很清楚哈。好，那么这个部分呢就讲到这边为止哈。那么同学，这时候啊，我们可能在这个图书馆的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书柜，那我们先回去。好，我们先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主画面来哈。在这主画面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有包覆什么呢？这里还有名人堂哈。名人堂是我们王宇的这几年来在台湾的这个学生得到奥林匹亚的比赛啦、清华杯的竞赛啦、世界的金牌或台湾的金牌，或者是考上台大的医学系啦、电机系、阳明医科等等的这个名单放在这里，老师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哦。好，那这里头我们有所谓师资介绍啊，我们文化学在台湾有26个分校，那目前的我们的师资有20来位哈。那目前比方说我在这里这个班大概是哪几位老师，每上一堂课就把这个班授课老师的名字啦，他的这个专长跟各位提一下，或他的学历背景哈，那就是以我为主的一个教学团队。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介绍晶格。那晶格呢，我们之前的一堂课介绍过体型堆积哈，那么那是 EA 主动体型，现在介绍是面型，它是属于钙跟石的晶格排列方式。好，那么这个各位请看，好，我们这里呢，它的长相就长这样。好，那各位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是它的什么？它的脚。好，它的脚。那这个是它的脚，脚呢大概都只占1/4。好，那其他呢就像面，各位看的是在面上，面上是占1/2。所以呢，我们的计算公式很清楚，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呢，就是说你8个是多少？1/8的，对不对？那另外6个是多少？6个是1/2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你一个晶格内平均大概几个原子在里面？4个原子在里头，这样听得懂吗？好，好，那这个没问题。但是没问题，接着我们来看说，那边长呢跟原子，就是金属原子的半径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好，这半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来，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老师现在做计算很简单，大家清楚发现这里是什么？这是 L， 这是 L， 对不对？这是 L， 那这是什么？这是根号 2L， 对不对？很清楚，你可以发现根号 2L 边长的根号2倍就等于4倍的 R 嘛，所以 R 就可以用1/4根号 2L 来表示，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你今天说，哎，老师，这样的晶格它体积占有率多高？我跟你讲是最密的哦，它大概占到1/4的空间，因为一个立方体要放立体球，就放球哦，就放原子哦，其实不可能填满的吧？一个方形的盒子放装球形的西瓜，装不满的哈。这已经最密堆积的哈。我们可以算一下给各位看，它是总体积的，总体是变长3次了，里面有4个，刚算过4个，对，那4个什么球1/4。派 r 的3次方，对不对？那么问题是，你也知道什么呢？知道说这个 r 呢，等于1/4 根号 2L 的3次方嘛？对，带进去我们就可以把 LL 消掉，就得到74%嘛。这样听得懂吗？就出来了，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可以算，好，这个很方便就可以算了哈。朱老师，那还有什么要表达呢？他会问别人问配位数，配位数说你一个配几个？这种配法是最棒的，好同学，这是最棒的配法。好，各位看到这样，好，那我们把其他不相关的拿掉，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你看这里正面看到，好，4个，对不对？再看这边是不是又4个，对不对？再看这边是又4个，这是一种产生键方式。那如果是这样看呢，又变3个，6个3个，看到没？三个，
好，再来呢，这个是六个，对，三个六个三个，好，所以同学你这样看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说它叫四个五个四个，好，那又叫三个三个七个三个，七个包括中间这个，好，这叫它的这个配位数。我们再看一遍，好，我们再看一遍，各位请看，好，是这样子来看，好，那么各位可以清楚了，好，那么在这里头，好，在这里头。我们有这个图形，好，再给各位再看一遍，好，这个四个对不对？中间是不是四加一五个？那这边是不是有四个？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样看，这样看，同学这样看，你这样看看到没有？就是三个、七个、三个，好，三个是在这里，第一层三，还有这个第一层是三个，对不对？那中间这一层呢，是有中间那一颗加上呢这里的六颗，好，这样是七个，那这里又有三个，三个、七个、三个，好，那么所以配位数就是三个，我们讲三七三七，包括自己那一颗。如果自己那一颗不算，那就三个、六个、三个加起来配合是十二个，代表你同时可以跟十二个接触，这是最好的堆积方式哈。这最好的堆积方式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如果我今天好是这样说的哈，假设老师在写这个，就是说在讨论他的这个什么那个他的堆积方式的时候，你这样堆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其实他只有配到一二三四。这不是最棒的，这样懂吗？如果你是这样，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所以它其实可以放到一二三四五六，可以放到六个，哎，这样可以吗？可以放到六个，好，那所以配位数多嘛，就接触的多，接触了一旦多哈，基本上来讲它就有比较紧密的现象。好，那我就说，那这里是同层的六配位哦，我这里可不可以再摆？这里可不可以再摆？再摆几个，再摆三个，对，可以吧？可以再摆三个吧。好，我这个用颜色来给各位看。好，就是这里，哎，一个、两个、三个，是不是可以再三个？那上面可以再三个，下面是可以再三个，所以三个、六个、三个才十二个吧？这样听得懂吗？好，好，这叫最密堆积。好，所以请记得哈，同学，这个才是最密，这个才是最密，这是最密，最密堆积，这是最密堆积，这是最密堆积。好，最密堆积。那这个呢是非最密堆积。那么最密堆积的特色，请各位跟着我一起念一遍，好，什么呢？它是同层六配位，那再加上三下三，总共十二配位，十二个配位，好 ，OK， 好，那这样讲各位应该也算很清楚的，好，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说，那一个到底有多少人？刚算过，八分之一乘八加二分之一乘六等于四个嘛，对不对？好，空间占有率是很抽象的，我们就一个示意图压下去，然后呢？这个灌水今天看多少？74%，而这74%刚刚我们已经怎么样整理过了？好，所以同学，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这个金额的了解。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动画才会好玩，不然你光想，其实这个理解度就会差很多了。